本已经比行政家长改境外财务改案，对政府投比利息财务，同时接到澳洲通知，一改建立是保级技师对台办出金，财检扩金不还欠账，同台办两改接受加扩金，其中一改系技师强下大概不抗议。国内金币接到澳洲通报，一届今年是保级技师投澳洲集权，可见无限期间，投台湾期间两届接触者严重用心，因为三届该案拢由台北前进市发通知，三系权切事件涵盖地清。武汉肺炎 A 级疫苗累计注射39,650个人，差别新增加两例严重不良事件，不过拢未定性个镜头，可能系本身就有疾病，详细个情形还在调查了解当中。立法经费紧密处理行政件含签立法件统计帮助纾困条例，统计片计算实施期间到今年底查缴案，由于民进党立法件党团提议高封泥土，经过标记全案送泥土。因此，净土重用政府无从事之前无去处理，净土进一步破坏肺炎之前境内经营厂，造成医疗资源同内统就会砍唔起，今年之内就有2,257个人因此破坏肺炎死亡。